洪老师刚刚讲到身体健康，那有那个过年志玲有跟你拜年吗？当然有了，每年这个是难免的。你有关心一下他的身体状况吗？有。他现在状况如何？还 OK 吗？还好啦，还好。嗯，所以不是外传的怀孕哦。完全听到了。不知道。啊。应该是吧，都陪着家人吧，对。那他有透露说他进来什么时候要开始工作之类的吗？听不到，对不起。他什么时候开始工作？还有跟你聊。他的工作接要办清白的接吧。那之前对于那个电视剧说今年想要一个小言承旭，对，那文明老师这边觉得呢？那是他讲的话，我不能再听他。今年因为我一直工作到除夕夜之前才结束我的工作，那今年还会有一部非常不一样的电影跟大家见面，也是跟什么不一样？就是我从没有试过的表演方法。那我也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个电影呢，在表演上让大家看到不同的样貌，是一个就像洪老师说的，跟我们凯沃今年计划一样，是一个大突破、大蜕变，就是大家拭目以待。谢谢，妮妮。然后自己2018也不算有新的突破，但是对我来说是很久违的一个工作项目，就是我要开始拍电视剧了。哦，又要开始了，又要辛苦了。其实对我来说真的蛮期待的，因为之前都在忙电影的拍摄，然后很久没有再回到电视剧这种长时间可以跟大家一起相处的拍摄状态，所以现在很期待，然后很期待可以进更弄不到。